韩国荣州青商访台，今日上午由会长余忠武率领会员拜会议会，议长何胜峰除盛宴款待，也致赠县内名产与韩国贵宾，希望借由彼此的交流，促进两国民间团体的情谊。韩国议员跟台湾议员的安排，出席啊，咱这算初台不久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莫客气啊，哦，尤其是咱青商的咱这好朋友。韩国荣州青商会会长余忠武表示，感谢议长及各位议员的热情招待，让他们体验到许多南投特有的文化，也让他们增长了许多见闻。首先感谢我们南投县市议会的何胜峰何议长，来感谢我们的何总召集议员，给我们的非常的舞台。议员许庄表示，相当欢迎韩国荣州青商远来参访，希望借由这次的参访，能促进两国的民间团体交流，让县内的民间团体与国际接轨。欢迎这次荣州来的这些访华团，借由两会这样的交流呢，可以将我们台湾的草屯国际青年商会呢带上国际化哈，所以呢，这是值得推广的哈，希望他们借由这样的访华可以带回去他们荣州国际青年商会，让他们的国际青年商会更加的蓬勃发展。议员廖子佑表示，很高兴韩国民间团体来访议会，在现今地球村的时代里，国民外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参访行程，能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及友好关系。很高兴吼，咱现在是吼一个世界地球村，所以呢，咱长久以来这个国民外交嘛，对咱非常的重要。嘛，希望讲吼，透过着讲这个拜会行诶，这个活动会当促进着咱台湾加咱韩国真好的友谊。南投县近年来在议长及各位议员的监督努力下，有许多重大的基础建设及知名景点陆续完工，吸引相当多的外国朋友陆续来访旅游，不仅促进了县内观光发展，也间接促进了民间团体交流，使得地方发展能与国际接轨，站上国际舞台。希望在议长及众议员的持续努力之下，我们的地方发展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国际视野。民意新闻杨志凯南投采访报道。